我从来不觉得所有人都适合结婚。你看一下我妈生的蒜苗。Drive along an ocean reflecting the sun, or make a bed of green atop a wide open scene. Under a canvas of blue, I would draw every
to you. To feel the dew on your skin, that is how it would begin. For summer is for falling.今天跟我妈一起去逛街，来好久没一块出门了，晚上就也不用在家做饭。我给我妈买了礼物，算礼物吗？也不算吧，就是她一直想要这种金属的筷子，她总觉得木头的就洗洗洗的话就会有味儿嘛。然后终于找到我也觉得好看的这种，它这个是头是金属，然后尾巴是木头的，所以整体来说没有那么重。其实。我还买了一个锅给我妈，我妈她现在不太愿意用那种大的铸铁锅了，因为有点沉，时间长的话那个肩颈受不了，她就让我给她买这种小的锅，我是觉得这个挺好看的，所以就买了。然后这个锅是我觉得不管是重量还有就是样子我都挺喜欢的，但是没有盒子，以至于这个地方被压进去了。其实我买了很大一箱东西，所有东西都很好，就是只有这一个，所以锅盖是没有办法严丝合缝的盖上去。然后我就发了邮件给网站，然后他们给我就很快有回复，就是说很不好意思，然后把那个钱退给我，同时希望这个锅我不要就直接扔掉，最好是能够送人或者捐出去，因为它并不是说完全不可以用了，或者是说让我 recycle it， 但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 recycle， 反正给我妈拿过去吧，因为我妈比较懂是不是能把这个掰开或者是捐去哪里，反正我先过去了。这个刚好就是我要的这种牌子，对吧？嗯，是我本来想买三套，但是我觉得其实木有必要，这里面比较家家里平时里不来事，就是、咱们四个人一人双。它这个因为底下是木头的，哦，还有筷子托呢，嗯，挺好的。还有这个锅，哎呀，这个锅比较尴尬的就是它，我不知道为啥没有盒子，这块儿一点压进去了，没关系，这个得用模具弄的，这么弄弄。那可是盖子就盖扁了，没关系。我还给我买这个杯子啊。其实是我买的是一套的，就一对的。啊、哦，你嫌太多了，我都放不下。嗯，这两个都挺好的。这是有，就是吃冰淇淋好看。对、啊，那个我觉得挺错的。这个还有个托。嗯，他说你要么就把它捐掉，因为他把钱退给我了。钱退给你。嗯，我把它垫块布，弄一个弄不清，用锤子砸一下垫布。你试试。嗯，行。好。好 ，OK。对，好。我们走吧。哎呦呦，我的天哪！你看一下我妈生的蒜苗。酷炫，准备做个凉皮吃呢。哦，太好了。嗯，多用点蒜苗。嗯，但是这发到啥时候去？行吧。那你看这个小海豹。哦，这个有意思。放的馒头一样。嗯。还有小企鹅。是黑脸羊，Thank you。花卷那个脖子上长了个疙瘩，硬不拉几的，我明天带他看。他这老是多病多灾的，所以说呢，养个小动物就是这么的。这么操心，所以说你说养的动物都这么难受，何况养个孩子呢？啊，我昨天就是看小红书上，我看还有一个姑娘嘛，也是西宁的一个姑娘，嗯，她说她新买了条狗，第一个月她基本上就没睡好觉，那个狗吧，她关在笼子里也不行，她也闹，放出来她也闹，非要到床上跟她睡，到床上睡觉呢，她又解决不了这个就是上厕所的这个问题，所以她说她这一个月一个多月就天天就是睡三四个小时。太辛苦了，想一下，他养只狗都这么辛苦，更何况养孩子呢？所以他就坚定了他这要丁克的这个信念。
是你生孩子你要负的责任太大了，而且很多人会，你就比如说生个孩子让爹妈带太辛苦，而且当时肯定还要自己带的，自己带你说工作还是不工作，关键就是我一直觉得你生了孩子以后人就没有自己的生活。哎，我看下面有好多评论，好多的人也都说，哎呀，不想再，不想再生，太累了。就是得想清楚。你像我觉得连结婚都要想清楚，这个东西是不是适合你。我从来不觉得所有人都适合结婚。是。嗯，好多人结婚是抱着一种试错的想法，说，哎，不行，我再离，何必呢？这个还是不要试了最好。嗯，我的那个粉丝就老有人问说，我不结婚，我爸妈着不着急？你着不着急？不着急啊，你生活着急的。那你有所谓吗？我无所谓，一点都无所谓。我很庆幸我现在不用看孩子，不用当奶奶。哎，对，当姥姥、当姥姥和当奶奶，哎，很庆幸。像我们同学都当了这个奶奶和姥姥，都很辛苦啊，好累呀、啊。一聊天就是我的小孙孙，我的小孙子。对，就是。你因为生活被绑住了，他也确实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干了，就是他没有时间去干别的事情。是我就压根儿不想当姥姥，不想当姥姥。这一片萧条，是在下午四点，你进去看吗？看一下吧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。哎，妈，您这个牌儿。比较这个，这挺好的，这罐子也挺好看，这个挺好的。我喜欢它这个这个这个，嗯，它但是它这是定做的。这个围裙挺好的呀。对啊，都可买一个呀。买呗。买一个吧。给我爹买点坚果，我爹爱吃甜的东西。这边是有糖的吧？我还有好多糖果。相机存储卡突然瓦特了，打不开呢。